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湖北恩施，现在是在恩施市的一个民宿里啊。这一段时间开着小飞度，翻山越岭啊，去了很多的景区，也拍了很多美丽的风景啊，就是一直没时间剪辑出来。我在湖北自驾游，第一站呢就是随州啊，第二站是襄阳，第三站呢是十堰，第四站是宜昌，第五站是恩施啊，挺累的啊，跑下来一直还没歇息呢，每天都在跑啊。现在准备在恩施休息几天，闲下来啊就有时间剪辑视频了啊。视频后面是我去部分景区的美景啊，先让大家看一下啊。